在忙也得给家人经常通电话，可是爸爸妈妈的头发慢慢的变白发，那个你曾经深爱的人啊，你是否有时也会想起他？这些年也就是时好时坏吧，也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啊，为了理想努力还是无能为力啊，真心感谢曾经关爱我的人啊，笑脸天真的爱恋，无意中发现一张老照片，照片上面的人在哪里呀？我们的友珍惜，不知道你